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僧伽札经卷二。尔时仙人告彼人言，乃往古习无数阿僧祇劫，时有国王名曰净月，如法治世，善男子。时净月王生一太子，时净月王召诸战相、婆罗门等，而问之言，今此童子有何等相？尔时相师白大王言，今此太子有不祥相，生此太子必有不祥。大王问言，汝何所说？相师白言，如是太子若至七岁，当害父母。王时答言，您当杀我，不杀我子，人生难得，于无量劫修行乃得人生，不应以此身而杀人物。尔时太子始生一月，如一岁儿。王之太子当杀我身。时金月王舍位于子，作如是言：汝至国事，一切财物自在随意，如法治世，勿为非法。即受位矣。时金月王于其国内，不复行于王之教令。尔时无量义大臣至净月王所，白言：大王何故不行王之教令？大王答言：我无量劫常为王事，心无厌足，我已厌矣，舍之修行。尔时太子未经多时，并杀父母，及忤逆罪。善男子，我亦意念往昔之时，既杀王矣，愁悲啼泣，自责悔过。尔时我以大悲之心为彼说法，彼闻法已，逆罪消灭。问言：当于尔时说何等法？答言：尔时演说僧伽札法门，若闻此法，当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灭一切罪烦恼伏习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令汝闻已，速得解脱。闻四句偈，令不中缺，尽一切恶，得须陀洹，然后布施，远离诸苦，受苦众生，令得解脱，勿为众生，令得远离。尔时彼人合掌顶礼，赞言：善哉善哉，真善之事，善能除灭诸不善业，善说僧伽札法门，善哉闻者。尔时虚空中万二千天子至大仙所，合掌顶礼，白如是言：大仙，意念几时是也？复有四龙王、十八千亿夜叉王头面礼敬，白大仙言：意念几时是也？大仙答言：我意念百千亿阿僧祇劫。问大仙言：以何善根意而许是？答言：已曾听受僧伽札法门，在彼众中闻此法门发尽信者，皆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若人造作忤逆之罪，闻此法门，须臾之间悉能除灭，无量百千亿劫必恶道门，开升天道。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功德如是，况不书写读诵，供养花香翻盖，恭敬尊重，合掌礼拜，一言赞善，如是功德不可思议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合掌得功德？等谁读此经亦合掌礼？
佛告一切勇，善男子，若人造作忤逆之罪，若教人作，若随喜作，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合掌尽信，能灭忤逆。何况有人于此法门具足书写、读诵、供养，如此功德多比无量。善男子，譬如阿那婆达多池，日光不照，从彼池中出五大河，一切涌于一云河。我有人能数此五大河水滴数否？一切涌言：不也，世尊。佛告一切涌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闻此法门，善根亦复如是，百千万劫数不可尽。一切涌于一云河，须臾得闻如是法门，是难有否？一切涌言：难有，世尊。佛告一切涌：于此法门能生信者，不难于彼。譬如阿那婆达多池，出五大河，如是五河水之滴数，数不可尽。一切涌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为五大河也？佛告一切涌菩提萨多：五大河者，所谓恒伽河、斯陀河、薄叉河、阎摩那河、月分河，是五大河悉皆入海。此五大河一河各有五百小河以为眷属，一切涌复有五大河在虚空中，一河各有一千小河以为眷属。一切涌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五河有千眷属？佛告一切涌菩提萨多：第一河者名须陀罗，有千眷属；第二河者名曰山区，有千眷属；第三河者名婆诃地，有千眷属；第四河者名直多斯那，有千眷属；第五河者名曰法盖，有千眷属。一切涌是名五大河，有千眷属。一切涌是五大河利益阎浮提，时时降雨，增长花果，于阎浮提与清净水增长苗稼。一切涌如护世天安乐阎浮提波，此经一耳，利益安乐阎浮提波一切众生，如三十三天。一切涌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三十三天？佛告一切涌菩提萨多言：释迦提婆之所住处是三十三天，一切涌彼三十三天作如是语：若有众生口行善语者，彼人功德不可数之；若有众生行口恶者，彼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不可数之众生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受大苦恼，使彼众生无救护者，于三恶趣独受巨苦。口行恶者是恶之事，口行善语是善之事。若见善之事，则见如来；若见如来，则灭一切不善之法。一切涌如护世天为阎浮提波而作利益。一切涌此经亦如是，于阎浮提波而作佛事。若不闻此法门者，不能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能转法轮，不能及法鼓，不能坐于狮子法座，不能入于涅槃之界，不能成就无边光明。如是如是，一切涌不闻如是法门，不能坐于菩提树下。使一切涌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有少疑，欲问世尊。佛告一切涌：随汝所问，当断汝疑。一切涌白佛言：世尊，尔时仙人度彼忤逆人，令住不退地者，是何人也？佛告一切涌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
如来所说微细难知，此僧伽叉法门是仙人相，如此法门能是佛身，如恒河中处处见沙，此法一耳，自作示现，为人说法，为佛如来量与佛等，此法如是，与佛平等，有此法处，常有诸佛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，善男子，我念往昔99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，号曰宝上如来，次第有12亿佛，皆号宝上。我于尔时名曰净月，行大布施，时12亿如来，我悉供养以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香花、灯明，一切乐具，悉以供养。彼诸如来不为我受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18亿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宝名。我于尔时名曰龙正，行大布施，以香花、璎珞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20亿佛出心于世，皆号世器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乐具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20亿诸佛出心于世，皆号迦摄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一切乐具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16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净光。我于尔时作大长者子，行大布施，舍一切物。彼16亿诸佛如来，我悉供养以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食饮、汤药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95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释迦牟尼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作大国王，如法治世。彼95亿释迦如来，我悉供养以香花、幡盖、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，一切乐具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9亿佛出心于世，皆号迦罗迦鸠村陀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作婆罗门子，具富无量，行一切施，以诸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，一切乐具供养诸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18亿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迦那伽牟尼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彼诸如来我悉供养，以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，一切乐具供养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13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光明德如来，应正遍知。我悉供养，以诸花香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，一切乐具供养尊重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3藐3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25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浮沙如来，应正遍知。我于尔时出家作沙门，行如法供养，以诸香花、璎珞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，一切乐具尊重赞叹。
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十二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毗婆尸如来，应正遍知。彼诸如来，我悉供养，以花香、幡盖、衣服、饮食、卧具、汤药，一切乐具，悉以供养。我时出家，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最后，毗婆尸如来说此法门，阎浮提众生闻已，于虚空中给予七宝。尔时，阎浮提众生悉无贫穷。我于尔时亦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但闻空声而告我言：汝不久当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今于几时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谛听，善男子，过九十二亿阿僧祇劫，有佛出世，号燃灯如来，应正遍知。我于尔时作摩那婆子，名曰弥伽，于燃灯佛所作摩那婆，修清净行。我见彼佛以七金青莲花供养燃灯如来，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燃灯如来即受我记：摩那婆，未来过阿僧祇劫，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如来，应正遍知。一切勇，我于尔时闻受记身，永生虚空高十二多罗，住虚空中得无生法忍，无量阿僧祇劫所修进行，与六波罗蜜相应，一切善根悉皆现前，如是掌中安摩罗果。一切勇，我于尔时令无量百千亿众生住于善法。一切勇，况今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利益众生。我观众生以何因度，随其方便为其说法。若为诸天现作天身而为说法，若在龙宫是作龙身而为说法，于夜叉中是夜叉身而为说法，于恶鬼中作恶鬼身而为说法，若为人道是作人身而为说法，因以佛身而受化者是作佛身而为说法，因以菩提萨多身而受化者是菩提萨多身为之说法。我观众生以何因度，如是如是为众生现，随应说法。一切勇，我为众生演说诸法，有多方便，何以故？一切勇，具足善根众生得闻此法，一切善根悉得增长，谦者布施，无福德者修行福德，自利利他，修于念死，彼闻法故作此善根，以听法故过去善根亦得增明，彼得长夜利益，安乐一切天人。一切勇，如是法门已经于耳，得生无量功德。一切勇，尔时众生各相未言，更有于善法修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善众生言：有法，布施、修行、口说善语，如是等法得善果报，至无上道。愚痴之人作如是言：无法、无施、无善恶果、无口善报，彼愚痴人得大罪报，辗转堕于恶道之中，于八大劫堕于地狱受大苦报，十六劫中堕阿修罗，九千劫中身堕鬼神，十二劫堕恶鬼中受恶鬼苦，万四千劫身处阴雅，万六千劫母胎常堕，万二千劫身作肉团，万一千劫身处木芒。彼诸父母作如是言：我所生子须受勤苦，九月护胎，
饥渴寒热，诸苦俱受而不得子报恩之力，一切勇如是如是，放法众生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临命终时为忧恼见摄之而去。一切勇口善语者作如是言，有法有施，有善恶业果报，彼人已是善根因缘。二十五劫生日单曰，二十五劫生三十三天，受诸天乐，从天命中生日单曰，不入母胎，目见百千世界，心明安乐，见一切国土诸佛，悟以本处成三菩提。一切勇如此法门有大神力，能发清净信心，不生边地，具清净界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各位道友吉祥，人们要跟大家讲讲什么呢？聊生死。我们佛弟子所达到的目的啊，大家的目的都是想聊生死。生死怎么了？因为佛跟我们说，无量劫来，我们在这个六道轮转呢，经过无量的苦难，那么现在这一生得到人生了，这是极难极难的。就是说人生难得，你得到人生了，你要把轻轻地把它放过去，那你再得人生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。佛说得人生难，我一切得人生了，闻佛法难，并不是做了人都能听到佛所说的法。乃至于升到佛时，那个福道就大了。现在我没有，我升的是末法时间。末法时间呢，就说这法已经将要灭了，所以叫末法。对，人生难得，不得到了；佛法难闻，虽然是在末法，我也闻到了。闻到了不等于你就了了。佛法呢，简单说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。那现在我们都没有觉悟，也没有明白，所以说你要能达到觉悟明白，你现在知道了要了生死。这来生死死生，无量劫来轮转的时间太长了。那怎么样疗法呢？佛说了很多的经，教导我们疗生死方法。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呢，你从哪一法门都可能疗生死。但是哪一法又跟你有缘呢？那你读过佛经，
你最喜欢的，那就是你过去所学过的。这八万四千法门大体说，你学定啊，学会啊，说读诵大乘啊，那现在最方便的是念佛法门呐、啊。你从中选择一门，选择的时候你感觉他跟你接近，你呀、啊、过去有许习。什么叫许习呢？就是你过生学过，今生你遇到了非常喜欢，一学就进入，那你就一直在发了生死吧。学定学会乃至于读诵大乘都可以。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最方便的，说念佛，对，念佛。但是我们一般的呀，我们的道友接近的念佛的人很多很多，口念心不念，或者是念的时候不是心里做观想，要观念，要观，观观就是想，想。不论你学在八万四千门哪一法门，但是有个前提啊，什么前提呢？生死心切。不要了生死，你生死心不切，你不为生死。什么古来的人，每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。听到别人死了，自己感觉很着急，为什么？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但是你怎么样的能够所谓的了生死，就是不生不死，那才叫了生死。不生是不生不死，不是说你这个肉体永远存在，不是这个含义啊。说你的心不是那个肉体，你这个肉体是物质，不是真常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生灭当中，我们有个不生灭的，这个不生灭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。你念个阿弥陀佛，说站第一步啊，升到界了了生死了，不带这个世界轮转，是难定的，这也是方便善巧的意思。但是我们第一步一定要先把这个肉身的第一步的生死了了，了了第一步呢，就是了生死。这个了生死呢，分段生死，分段生死。那还是念阿弥陀佛，先了了分段生死，对，因为它能够什么继续相续。如果你没这个本事，没这个智慧，那你顶好念念阿弥陀佛，不去发那一众生的大愿，等我到极乐世界再回来嘛。